家好，我是越南小修。今天我跟我老公来到了普花镇，他们这里是一个李子的基地。你们看，今天我讨这个李子大不大呀？他们这边这个叫四月李，这种李子呢，它的口感是酸酸甜甜的。现在小修就咬一口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它这个是肉厚籽小，在他们这边每一年就这个季节才能吃到，过了这个季节就没有了，因为每年只有一次。今天我和我老公跑了20多公里到这里来，两个人骑着那个大三轮车，第一摩托车没有，第二小车没有，没办法。大家看一下哈。对，喜欢吃酸的朋友们可以试一下哦，这个它那果汁好多。要回家了，别跑。我们家宝宝说要回家了，他就往前面跑。刚才陪我们一起去那个基地里面看，你看他手上有没有拿？有啊，他也很喜欢吃的。宝，回家了。不管是去哪里，都是陪着爸爸妈妈。